开电源开关第一步，显示屏，显示，按一下复位，然后按一下上胶带，胶带会到这个位置，有胶带卡上去，按一下复位，胶带会在这个位置，这显示屏上会有几个显示，这边有一个胶带宽度。 胶带的宽度呢，就是说根据你的那个胶带的宽度来设置的。然后一个用弧度，最高就是16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限径，限径的话就是这两个轮子压下来的时候的限径，压下来，数字越小，它的闭合的话就越紧。这边打把全场打开，我已经把全场打开了，就按一下它点一下，它会出现一个另外一种颜变色了。 那就是全场打开，其他的东西不用变。然后我们再敲。对，然后按一下。我这边按一下的话，就直接按一下这个开关，按一下这个轮子的话会掉下来。轮子下来的话就直接按一下这个轮子就下来了，按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长按。